哎，我现在已经找不到其他路了，难不成要走这个吗？嘿，哎哎，不是啊，我以为那多出来一格，可以站着，结果不是，我被骗了，我被骗了，这个可以传送回家是不是？先回家升级啊，我被骗了。来来来，升级我的手套，好不好？强化手套，什么亮剑组合攻击？哎呦，剑刺，敏捷，先这个啊，亮剑组合攻击，好的。哇哦，我看一下，什么叫做亮剑组合攻击？哦，亮剑的时候就咻咻咻，咻咻咻。哎，不知道走哪里嘞？这里有一条路哎，下去看看。这是我刚才走的路吗？哎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刚才有没有走过这里了。我刚才有走过这吗？哎，好像没有哎。哎呦，莫名其妙有拿到一些宝石哦，莫名其妙啊！果然要走一些平常不会走的路。好啦好啦，再回去了。只是拿宝石对我那个剧情推进没有太大的帮助哦。还有，这里还有能量核心，拿走它的能量哦，收起来，噔，多一格了。继续往里面走，这个能量板感觉就有事啊，感觉有事有没有？进去看一下好了。这里多一个门欸，之前没有发现。啊有啊有哦有，你有一个坎，怎么没有提醒我一下？好邪恶的坎哦，它下面好像也有强化手背欸。好好好，感觉就是跟下一个技能有关。啊有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我刚才以为我要死了。这个是不是要砍的？不是，不砍我就不砍了。你不打我，我不打你。哎，这里，哎，真的是哎，跟这个技能有关，跟地上的符号有关。我要加强我的手背了。等，又多一片，又多一片了。加装中，请稍后。哦呦，哦呦。感觉一点都没有变的全新手背，第二个装备，哎，感觉好强哦！第二个装备有什么用？第二个装备能干嘛？我们先走上去好了，这里开了一条新路。哎，走上来，走上来，这里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电闸？哎，下来了，路下来了，所以我要沿着这一条走。很兴奋的想要走，哦，传送了，传送了，瞬间移动，哎，有点爽哎，哇，好开心哦，叫我什么？X 旋转，哦，转动这个是不是？转动能量槽，让我可以继续瞬间移动，好哦，来哦，啾啾。嗯，没问题。开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嗯，果然是要新技能才可以在这边顺来顺去嘛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声音啊？有时间限制哦。我想说那个咔咔咔是什么声音呢？那要急一点呢，要赶一点呢，要赶路了，还有时效限制。哎，我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我看那边搞笑了两下，来不及了。喂，再来一次，等，不要这么急哦，慢慢来，等我一下。我，时间抓得很赶呢。哦哟，来了，这能跳回去吧？哎咻，这就是要跳回去的，再下去就个回去原来的路了。
好了，我拿到第二个装备，我要回家了哦，我要回家了。哎呦，帅哦！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坎已经害我两次了，每次都差点掉下去。好了好了，一出来马上实验这个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我来到对面了，我来到对面了、欸，我来转一下这个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、欸，球球又上升了，叮，平台上升了，路出来了，这一条路出来了、欸，哇哦！上面的球球有什么作用？我不知道哦，我先处理这些，处理这些没有用的东西。这个球球可以了，他刚刚有更上升呢、欸、，X 之前不能按的，现在可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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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哟，哎、欸、可以移动哎、欸，哇好炫哦、喔，好炫炮的科技哦、喔。那现在要怎么移动？要去哪里？好炫炮哦、喔！哦哟哦哟哦哟，走开走开，插死你！插死你！这个可以走上去吗？不行。那这个炫炮的科技有什么用？哦呦哦呦，走到这了，走到这了，好炫炮哦！我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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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你们逼到角落！哦呦，哎咻，哎擦死了、欸，哎好开心哦！你不要躲在角落啊，出来啊，出来啊！你躲在角落，我怎么插死你？啊不不不不不啊！哦，要插死了，要插死了，爽啊！炫爆的科技，这里，哎、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换了一个平台、欸，在这里休息了。它又可以更高一点吗？可以更高一点吗？我把它拉出来看看好了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有事吗？充能，充能！远方有东西下降嘞、欸！哎、欸、呦，路出来了，整条路，我可以走了哈。这个后面啊，这一块，感觉就有神奇的东西。后面这一块，请问要怎么到后面这里？我这样跳出去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哦呦，新的道路，新的道路，嚯咻，新的道路，嚯咻，有有有，一直飞过来了，有了有了啦，新的路啦，可以的可以的，一路飞飞檐走壁，存档点到了，那、啊、这里又要我下去、欸，又要打地层呢。哎、欸，不是地层哎、欸，直接到，穿过重重危难，来到一个新天地。这个要拖是不是？哦，把一块拖出来了。啊？这很像把电池拔出来哎、欸，能不能要插在这里？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能还能再拉吗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。可恶，把电池拔出来。我以为这些电池槽，哦，地板没有电了，哎、欸，好像很棒哎、欸，地板没电，那这个也要拖拖拉，拖拖拉，哎哎哎，这个只能打下去而已、欸，哦，它有其他电池槽可以用，来拖拖拖拖拖，先插这一格看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能量。重新聚集，不要这么冲动。我要把它插进去。哎呦，不要冲动哦！我要把它插进去。哎咻，哎咻，有了有了有，东西下来了。那我把这个推回去一点，然后我就可以跳着乘着这个上来。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乘着它上来了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转动，哦，
新的电，我到底转了什么？我转了什么蒸汽是不是？看他这个样子很像蒸汽耶，这个把这个切换成这里，这个没能量可以用，好惨哦！应该还有其他电池吧？哎咻哎咻，大老远拖去插在另外一格，那个拖不出来，好可惜哦。都骗我，我大老远来插这一格，看有什么好处？过去看看，有咯，大老远插进去咯。也是，就左边的蒸汽和右边的蒸汽的差别。那再把这一格推回去，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哦咻哦咻，哦，地板的电又恢复了。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吗？三颗都灯都亮了、欸。我天哪！我是想说这个放好，然后来按一下这个按钮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有什么事吗？灯在闪，然后嘞，然后没事，那我要把它拔出来咯，然后没事，会不会这边的已经做完了、啊？这边全部都弄完了，那我就直接沿着这个爬回去，爬回去最高平台，然后这个哎、欸，它可以旋转哎、欸。哎呦，它可以旋转，发现新大陆咯。哎、欸，动了动了动了！哦呦哦呦哦呦，赞哦，赞哦！哇，组建全新的平台，哇，好酷哦！这个超酷炫的科技耶！哎哎哎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先走！我先走！你为什么要对付我？我先走！可恶的小 baby！ 哎，等一下，不在这里，他一定是走平台过去的嘛！我跳，我跳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！你们这边，我来了！你们不要欺负我！我戳死你们！戳！在跑啊！哼，刚刚不是见我就想打，我现在打你们了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刚刚那一个有装甲很凶的嘛？我来了啦！哎呦哎呦，你想跑？刚刚不是很凶？嗯，很凶嘛！插死你！真的是，我现在可以走进去了吧？哎，不行，他不让我走进去，我的平台只能到这而已。好好好，到这就到这，到这就到这，把平台放下。哦哟，存档了，存档了，存档了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被插死了，下回乐极生悲哎。名不其实的乐极生悲欸，这里好邪恶哦！欸，我终于到这个平台了欸，这个就是那个机器人。等我说，欸，你往那边走，我花了好久时间才到这哦。